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多格宠物测评。许多喜爱动物人士听到斗狗二字，立刻便觉残忍，对斗狗这种犬种产生危险、恐怖和不安的印象。提起比特犬，大家普遍觉得害怕。比特犬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比特犬的外形与一般土狗不相上下，但其体质却非常健朗，极少生病，毛短皮厚，骨硬，意志坚强，天生痛觉神经迟缓，伤口自愈能力极快极强，饲养洗漱整理十分方便。比特的特点在其性格上，好血统的比特犬遭到危险时不屈不挠，意志力与爆发力惊人，即使战死沙场也不认输。喜欢比特的人其实喜欢的是比特的这种精神。一条优秀的比特犬除了应该有一身令人生畏的肌肉，坚韧不拔的意志，长久的耐力，极高的咬合力，灵敏度和一个会思考的大脑。因该犬皮下没有神经末梢，咬住之后不会松口，且即便丧失行动能力也很难将其和被咬者松开。所以长久以来，创造比特的国家为了使人类不受到比特的威胁，对任何有攻击人类意识的比特都当场枪杀。由此看来，比特犬真的很可怕，它发动起攻击就像是疯子。我见过打比赛的比特犬，简直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，头上身上全都血肉模糊，然后还在继续打斗，还真要为他们不服输的精神点个赞。但是还是尽量不要养这种猎犬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啦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到评论区里讨论交流哦。